天就是主要还是台北电影节啊，所以我们也不要就是抢了电影节的焦点。然后其实我们两个合体也已经算蛮焦点吧，双焦，绝代双焦。对啊，所以这样其实应该就也蛮开心的吧，带给大家幸福感。觉得今天红毯第一算是。在我心中从来没有排名，就是所有的我各有特色，对，都帅。所以你的秋子很帅吗？本来是想说电影节结束之后再跟大家公布这个好消息，对，然后因为我的太太是圈外人，那所以其实就很谢谢她的家人们的体谅，然后因为我自己本身又是一个就是很低调的人，所以就谢谢他们的包容，然后结婚就是希望可以跟太太一起慢慢变老，这样。收到那个新闻，第一时间就有传讯息。他第一时间就有跟我祝贺。嗯。有没有一个新婚给你前辈？新辈前辈。没有。好了，我们就应该，因为我们刚刚才在聊，就是我们第一次一起颁奖是十几年前，十几年前，对，然后所以我们刚刚只是在聊说，哎，哇，我们都慢慢一起变老了。